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台股直播室，我是洪准，在10点呢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。目前呢，加权股价指数呢下跌了13点哦，下跌了13点。那昨天呢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呢，大盘的指数呢，我们从一个指标上面可以看得到，目前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，来到一个相对高，我先讲好哦。它不一定会做一个快速的下杀，但是呢，它一定要收敛价差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大盘现在在做一个收敛价差的动作，其实这个技术面都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。我在昨天的操盘日志里面有清楚的跟大家讲明白嘛。我说现在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号，很重要的讯号在哪里？在我们的指数呢，进入一个短高的压力区，那这个短高的压力区呢，差一点在哪边？目前的扣底值虽然还在扣底低的位置哦，可是我明后两天会遇到什么？会遇到一个反弹上来的这个扣底位置，所以呢，这个扣底值呢，就会产生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出来，这些就是获利了结的卖压。那我未来要扣底的话，等到我未来在扣底低的位置的时候，其实均线才会继续的往上走。那这两天呢，大盘会怎样？因为均线呢，它会忽然之间嘟往下走一下下，然后呢再往上做回升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呢，当然对整个指数而言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压出来。这个反压修正整理并不是坏事，如果你了解均线的操作策略的话。我在之前在我们的课程里面，我都有讲过，均线操作有三个重要的要点。第一个，均线它必须要去，均线的方向它会决定行情的走势嘛。所以呢，均线的上扬跟下弯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条上扬的均线，它是支撑而不是压力；一条下弯的均线，它是压力而不是支撑嘛。所以呢，当我的指数呢，现在的均线已经产生上扬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做一个测试支撑，因为我所有的乖离都会做收敛，所以我才会用 bias 的指标跟你讲说，如果 bias 来到一个相对高档区域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嘛，但是呢，每一次 bias 来到一个极度恐慌的时候，就算它不是绝对的低点，也是相对低的位置嘛。这个只是用一条均线的方法，我就可以跟你讲说，现在目前的盘势它的走向是如何，所以技术分析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你不用看什么太难的指标，有的没的一大堆，你只要搞懂均线它怎么使用就好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均线？技术指标的能力在哪边？因为均线它就代表现在市场的平均价格嘛。我现在不管你是大户、中户、散户，还是一般的什么投资人。你现在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你都会有一个平均价格，那月均线就代表你这个月买进的平均价格。如果你现在的价格是在你的平均价格之上，是在我的月均线之上，那我现在所有投资的人他是赚钱的，赚钱的人他会急着去卖股票吗？不会嘛。但是如果我的价格是在月均线之下，我赔钱的人会急着想卖股票吗？所以呢，大盘每次跌破月均线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带动一波急杀？因为我这一段的话，它要制造一个恐慌出来。反正我都已经跌下来了，没关系，那我就让它跌得更重，让它产生一个恐慌的时候，我才有机会收筹码嘛。这就是主力的想法，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均线的话，那你就会搞不清楚嘛。那每一次来到极度恐慌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时刻，什么叫极度恐慌？为什么会出现乖离过大？因为这一段时间的人，他居然一直快速的在抛售股票嘛。他快速抛售股票的话，就会造成市场上突然之间买盘消失，进而股价产生一个不合理的修正。这个不合理的修正就是你的机会，但投资人往往都把这个机会给错失掉了。但是机会出来的时候，通常都有一些讯号的。比如像说7月6号的时候，当指数破底背离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什么？大盘出现两个转折，第一个是破底背离嘛，背离乃为操盘手之最大警讯。我的指数破底了，但是我的指标居然是翻红向上的，
也就是说，现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卖盘，已经出现一个跌升，跌太多了，跌到我的测速表已经没有办法去测量这个跌幅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超跌段了，已经是超跌段了。当我出现超跌的时候呢，当然我就指数就要出现一个反弹啊。那反弹上来，反弹它还是空方格局嘛？反弹上来之后，它第一件事情会先去挑战压力。所以当我挑战压力成功，第一次的挑战压力在哪边？月均线的位置，月均线的位置。所以我挑战压力成功之后，我突破压力，它会回测支撑嘛？所以我下了一个结论：先上就会后下，先下就会后上。所以大盘是不是从这里突破了之后，开始做一个回撤？7月13号的时候，7月13号当时大盘是大涨126点，指数是涨了126点，突破压力之后创高先上，就会后下嘛。那我回撤哪里？回撤月均线的支撑，你可以看到它刚好点到而已，刚好点到为止。那这个测试支撑有没有通过？通过啦。它的压力测试通过了之后，当然就反弹向上了吧。这时候你就会传出个股的好消息了。第一个传出来的是谁？就是台积电嘛。虽然说它第二季的 EPS 获利其实是不好的，它是衰退的，但是股价却出现了大涨。所有的人通通看不懂，但是你从指数的方面你就了解了，你就看得懂了。大盘的走势居然已经告诉你了。如果你没有技术分析的指标，如果你不了解技术分析的内容，那你是不是跟一群盲从的羊一样？每天告诉你，每天告诉你说这里是大多头，或者是每天告诉你这里是大空头，没有，没这样的事情。大盘本来就是来来回回嘛，一直不断的震荡整理嘛，因为有波动你才有获利的机会啊。如果它永远都停在高档，你连进场都没办法进场，你连机会都产生不到嘛。所以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告诉你，中美贸易大战很危险啊，甚至有人再把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大战，然后把台湾扯进来，变成台湾是受害最重的地方。天哪，如果中美贸易、中美之间都没有受害，那台湾为什么会受伤？我不了解。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讯息呀，把它放大解读，因为大家喜欢看，大家喜欢看这样子耸动的内容，所以媒体一直不断的把它放大之后，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恐慌出来嘛。那这么大的恐慌出来的时候，你能够靠什么？你只有靠技术指标来告诉你说，大盘现在已经来到极度恐慌的区域了，黑暗中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嘛。你要成为一匹狼呢，还是要成为一群羊？对行情要有嗅觉，对危机要有感觉，对猎物你要非常的果决嘛。操作的逻辑在这边，操作的逻辑在这边。你只有当羊，你只有当狼群啊，你才能看到说，原来中美贸易大战人家在开放这个啊，人家开放的关税豁免给你通过啊，所以中美贸易大战真的会产生什么样实质的影响吗？就目前为止，我说真的，两方只是在喊喊好玩的而已。真的会产生影响的话，也是在明年之后啦。那这件事情有谁看透了？张忠谋啊，张忠谋告诉我们说，美中贸易大战不一定会漫长嘛，因为漫长一定会对贸易有所影响。所以呢，他认为在不影响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会解决的，相信会解决的。所以你在害怕的同时，其实有人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，有一些人已经告诉你说，其实这个未来性啊，这个未来它是会好转的。这个先觉才有办法带领台积电成为全世界最强的晶圆代工公司嘛。那靠的不只是管理强而已，还有惊人的眼光啊。那我也跟你讲说，你在操作台股，你一定要看资金。钱在哪边？钱从除权息大幅增长，股息光股息啊，3000亿的资金注入台股嘛。这个3000亿啊，是去年大家上市柜获利大赚而来的。去年上市柜获利啊，突破了1兆。这个1兆呢，配发下来的现金股息，光
给外资就4000多亿了，光给外资就4000多亿，那这些钱会不会回头再来买股票？一定会的啊，一定会的啊。那他要买股票的同时，他不用先制造一些恐慌吗？他不用告诉你说台湾要倒了吗？他不用告诉你说现在台湾的股票不能买吗？如果说你真的中了他们的计，你不觉得现在很后悔吗？股票市场不就是来来回回震荡整理吗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！你的 tempo 在哪边？你有没有抓到那个 tempo？如果说你一直受到媒体的影响，如果你一直看不到真的市场上面实际的行情的方向在哪里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找的是一个团队啊！你要找的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，你要找的是可以帮助你成为市场上赢家，而且具备领先市场的思维的人，而不是每天告诉你说现在股票市场要崩盘，现在市场上面每天就会你遇到的就是未来的机会都不见了。如果说你没有抓紧这个反转的格局，那等到一旦真的开始出现大涨的时候，你想追都追不回来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那回来我们继续再讲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，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。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，带领会员征服股海，共创双赢。深深的感谢，满满的获利。狂胜专案再加码，立上加力，展开布局。02-8773-8859，8773-8859。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，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，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花很久，花很久。02-8773-8859。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，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。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，带领会员征服股海，共创双赢。深深的感谢，满满的获利。狂胜专案再加码，立上加力，展开布局。02-8773-8859，8773-885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不，不要。从现在起，三个要，五个不，预防禽流感。勤洗手，确实消毒。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。不生食，不购买。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，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，我是洪准，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。目前呢，加权股价指数呢下跌了21点哦，下跌21点哦。那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喽，这里是一个指数的压力区喽，指数的压力区哦。但是呢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个股之间会在这边做一个移转移动、轮动轮涨的走势哦。因为如果只涨指数呢，其实大家会是无感的，绝对没有感觉。你只有涨到个股呢，大家才会有所感觉。所以呢，指数来到相对的压力区之后，昨天已经先提醒过大家了。指数现在是相对的压力区，但是呢，会转成个股表现为主。那个股的方面呢，你要怎么去寻找呢？首先，我们从金牛示意图来看哦，金牛示意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，当我市场的资金呢，它会先去找什么？它会先去找族群，然后再去找个股，最后带动全面性的上涨做获利了结。所以你在资金的流向的过程之中，你要先找到族群性在哪边哦。所以那我昨天呢，在我们的金牛选股里面呢，我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一件事情。这两天呢，其实资金一直有流向一个族群，那个族群呢在哪边？在这个比特币啊，
很特别哦，比特币呢？其实我一直以来，对于比特币之前有操作过。那比特币的它很特别，近期以来再度要挑战8000元的高价区，这蛮奇妙的啦。那主要是因为它的 ETF 准备要发行了嘛。那板卡类股呢，连续有资金在做布局。那比如像说6150汉讯，那就是最重要的一档精神指标哦。那我不建议大家去追这种股票啦，因为毕竟呢，比特币的走势其实是多空非常不明啊，但是你可以从资金的流向，你去看到说，其实有资金在流入的时候呢，资金在流入，股价就会相对来讲就会强势嘛。那我们要看的是说，我要告诉你的说，一个操作的逻辑在哪边，一个操作的逻辑在哪边。从我们刚刚这个案例来讲的话，我问大家一件事情，我是先看到了比特币呢，还是先看到了资金流向？其实我是先从资金的流向。我先找到了板卡这个族群，一直都有钱在买，一直连续的好几天都有资金在做布局。这段时间呢，比如像这里汉讯的时候，这边跟这里其实都有资金在做大量的布局，收筹码的讯号出现。为什么它会出现一个收筹码的讯号？很简单嘛，因为它现在呢，它现在有人已经预告了比特币呢，它未来会出现一个反转的行情。那时候比特币还在6000-7000块的时候，那有人可以操控比特币，那他相对来讲是不是可以操控板卡族群的股价？那他们在买股票呢，绝对不会只买一档，他们是一整个族群一起去做布局嘛。所以包括二三九九的印太，今天是不是在创新高？还有呢，2465的什么利台，今天也是大涨的格局嘛。回过头来看，我跟你讲的操作逻辑是不是对的？我们跟你讲说，如果资金市场上有资金的时候，他想要做布局，他会先找哪一个？他会先找族群嘛，再找个股，最后全面上涨才做了结啊。所以你要看的到底是哪一个族群性是现在最强势的族群啊？当那个族群性出来的时候呢，自然就会带动股价的开始做一个反转向上的突破嘛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找产业面。你再去找市场的资讯面，然后来辅助你说，到底这一档股票它未来性如何？到底这一档股票能留不能留？那这个都是一些需要专业上的操作啊，这都需要专业的协助嘛。所以在6月26号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喽。现在市场的资金流向哪边？市场电子零组件，也就是被动元件的族群嘛。那我。知道了，现在市场的资金往被动元件去走的时候，你要去找市场资金被动元件的标的在哪里呀？所以呢，我是不是告诉你说，有一个股票很特别，它就是国巨嘛。因为国巨在当天呢，6月26号的时候，当天是干嘛？它出现了一个多头吞噬的转折，这是一个多头吞噬的转折。市场资金流入之后，开始出现了技术面反转的讯号。那我的 K D 指标准备黄金交叉，当然后续你就可以看到说，2327的国巨它是不是涨了这一段？它是不是涨了这一段上来？从这里多头吞噬的转折之后，开始出现了一波反转向上。当它过了新高之后，我跟你讲说，你不要再追了，你不要再追了，因为市场上面当它出现一个 bias 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区域的时候，当然风险性就会比较大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出现了什么？国巨开始股东卖股嘛，他的前妻某一任妻子把他的股票卖给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，那这个讯息呢，造成国巨的整个市场价格的拉回。那我认为这个都是因为大股东之间呢，手上太多的筹码，那未来他要配出来的股票太多了。所以他先做一个股权上面的移转，这都是合理的现象，这都是合理的现象。那有新的资金共同在参与的时候，阿布达比这些资金呢，这些投资人他是笨蛋吗？他里面的100%的结构都是谁？都是外资。那外资跟你之间有了连结之后，未来资金会不会再往这个方向去做灌注？当然会啊。那你现在如果只靠国内的资金去拉抬，拉得动吗？以现在国巨的价格来讲，800多块呢，你买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到多少钱了？今天一直反弹上来的时候，已经到909了。你买一张国巨，你要90几万呢。一般的投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财力？有这样财力的投资人是比较少数的嘛？那他必须要找更大的资金来做投入啊，所以他找了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。可是呢，
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，你没有先给他一些好处，你没有跟他产生连结，他会理你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策略上的操作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说整个产业面的趋势，它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个改变。在日电贸的部分呢，他已经跟我们讲说一件事情了，铝质电容呢，它是缺货缺到了明年。那包括凯美董座的部分，他也讲了，目前被动元件的电容族群最快九月会有另一波的涨价潮，所以呢，整体的被动元件它的涨价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，整体的涨价趋势是没有改变的。那整个下游呢，包括代工厂的部分，它现在也在调高代工价格，组装厂现在要跟它的上游厂商、品牌厂商、下游厂商、品牌厂商去调高代工价格。那它能够调高代工价格，原因在哪边？现在市场的需求量真的很高，你如果不调高代工价格，它对它来讲成本上升，它不划算嘛。那被动元件其实呢，占整体的那个电子零组件来讲，它是比较小的。一台 iPhone 呢，可能被动元件的占额只有90块钱而已。一台 iPhone 多少钱？ iPhone X 的话， iPhone X 现在一支要3到4万。那我的被动元件才占它不到100块，那你认为下游的那些品牌厂商会在意这个涨价出来的钱吗？就算它再涨个一倍又怎样 ？So what？ 但是呢，它如果未来被动元件再涨一倍的时候，你认为国巨的获利会挑战多少钱？会挑战多少钱？目前整个日本那边的状况是，全部的都还在缺货当中。而且所有的那些日本的日外资都一直在调高他们国内厂商的目标价。他们认为说未来下半年再调涨20%到30%，它的几率是高的。但是业界传出来是再调50%。那这些目标价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达到？我不晓得，因为外资嘛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。那这些外资他们去买了日本的被动元件厂商，会不会也有资金来台湾去做被动元件方面的布局？短线上面你看到的是拉回，你看到的是整理，长线来看，只要它的产业趋势没有改变的话，那这几天的下跌啊，会影响到它未来上涨的格局吗？国巨在300多块钱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国巨在300多块这一段时间，也是一大堆hedge fund去放空啊。我也跟你讲一句话，说这些hedge fund未来会被嘎到惨的，会被嘎得很惨烈嘛。那你回过头来看，我跟你讲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正确的？我看到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行情，我看的是一整个产业的未来性嘛。当我们在跟你讲日电贸的时候，也不过30几块钱。但是后来你再看，现在已经守稳在80块钱以上了，还有没有高点？还有没有机会？我认为是有的，但是操作要有公式跟方法嘛，你要看得到产业的未来性啊。那我告诉你说，现在从资金的流向面你可以看到嘛，资金现在往哪个方向去做移动？为什么钱会去买它？为什么金鸿啊跟元泰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去做布局？坏，而且大盘在跌的时候，人家还可以站稳在月均线之上，人家守稳在月均线之上，而且领先大盘是把月均线往上带的哦。这些资金去买的人，他绝对不是小朋友，他绝对不是小朋友嘛。包括元泰也是啊，是不是都有资金在做布局？那龙券张数一直在做大增，谁在空它？一般的投资人在空它嘛。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现在跟你讲的那个买点，今天是再创新高嘛？今天元泰是再创新高的、哦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去买的人，基本上全部都获利了，趋势的方向很明确啊。但我知道资金在做布局的时候，我再去思考为什么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有人在做无人商店啊，无人小七24小时不打烊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。那里面用最多的原料是什么？就是电子标签嘛。所以操作的逻辑在哪边？公式跟方法你有没有掌握到？如果你一直还没有掌握到这个操作逻辑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要赶快
跟上一个最专业的团队，一个懂产业，一个有技术分析能力，一个知道市场资金流向的团队，我们一直都在建立的就是一个投资的新典范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下个阶段呢，由维旭老师来陪大家一起看盘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，超强名师阵容，直播现场即问即答，盘中及时为您解答。四月起，每天早上9点开始，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。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，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。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，带领会员征服股海，共创双赢。深深的感谢满满的获利，狂胜专案再加码，力上加力，展开布局。02-8773-8859，8773-8859。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，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。特别开放专线，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。立刻速拨02-8773-8859，只要拨通，就让您发很久，发很久。02-8773-8859。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，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。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，带领会员征服股海，共创双赢。深深的感谢满满的获利，狂胜专案再加码。力上加力，展开布局。02-8773-8859，8773-8859。我势在必得，比赛我全力以赴，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。要发票吗？帮我存载具。什么载具？安怎对账？手机条码、信用卡。龙马西哦，中奖会自动通知，还可以自己查哦。发票用载具，环保又便利。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关心您。